上下哦，上下这一个跟这个要一样多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做这个吉祥结，这个是吉祥结，压 1.5。这里是1234，一压二，二压三，三压四，这个四压三穿过一。这四条线都不能做交叉，都是平行平行平行。这是第一层完成的，第二层怎么做？一在这里，一二三四，一压二，同时穿到三里面，一二三四，所以一压二穿进三，再来二压三一半到四，所以二压三穿到四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再来这里三哦，压四要穿到一，压可以吗？好，穿一要从这里，可以理解吗？可以。好，太棒了。这里哦，这是二的位置，这里四要压一，可是一已经压过来了，所以呢四要穿进一，可以理解吗？这是四。好，一半的话是二，这里穿进来，有看到吗？我现在右边这里是四，黄色的是二，这两条是一，这里是多少？这个三，对，太好了。完成了这个叫做背面，翻过来，对，这个是正面。那我们要做成这个样子，就是耳朵上下，这个上面跟下面是这里。这两个耳朵大耳朵要在这个小耳朵的里面，那就要调线了。调线从右下角这里，这里是已经刚刚好了，我就不用把它拉下来。如果没有刚好的话，这个粉红色的就要拉下来。有看到吗？再来，因为我们这个耳朵要留，所以我就拉这里。左下角，这叫做左下角，这一条线连接过来是这里，这里拉过来之后，这个地方耳朵是不留的嘛，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直接拉下来，这样就会把这个大耳朵放在小耳朵里面。现在换左手边，这里是不是这个大耳朵很大，小耳朵很小？在这里有看到吗？这里，好，拉过来，这个我们是做成挂饰，刚好这样子就会跟这个是不是一模一样，自己试试看。蓝的从底下翻起来，这一个压二，二压过来。你的二压过来的时候，这里哦，这里不能，这里不能那个，要平平的压过来。有扭到吗？现在？我现在找着。对，二直接压过来进四。对，三，你有刚刚有做一个纽扣结，对不对？压上去以后，一在这里，要从这里，
对，这样子拐进来，对，那整个这纽扣结拉出去，对，好大一坨。嗯，好，最后四是蓝色的，蓝色的，然后挑两个一，对吗？挑这一条跟这一条，这里，对，挑这两条，对，再来哦。好，拉起来，这个是背面，翻过来。对了，哇，啊，怎么会变这样？一坨，发生什么事？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会这样，一起哦。这样，这一只手管这两个，这一只手管这两个，这样。像刚刚我跟你说的，四个一起拉，右边右手顾两个，左手顾两个，对，嗯，然后往里面一点，点不要拉太远，嗯，就是这样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哦，有一个重点哦，你的手拿太出来了，在拉的时候不要线不要拉这里，不要拉这里，拉哪里？拉中间一点，这样。有没有？这样它比较能够掌握，不要这样。这样的话没有什么效果，而且这里的松紧会没有办法很平均。再看一次哦。这样，然后慢慢的哦。有没有？有。哎，然后调一下。这样。这样是最好的状态。试试看。再挑线，对，再挑线，一二三四，一呀二，二呀三，三呀四，四呀三，穿过一，第一层完成了，现在一在这里，一二三四，一压二，放到三一面，因为是 1.5， 一压三是一压一个，然后放到三里面是半个，所以是 1.5， 二压三。三压四进一，最后四在这里，四要进一，四穿进去一，这个一有两条线，就是这里，这里是一，这个四还要进二的一半，二在这里，这是二。完成，翻过来，这是正面，右下角，右上，左下，左上。距离不要那么长，好，在拉的时候不要线不要拉这里，不要拉这里，拉哪里？拉中间一点。